我想问一下，就是你的同学看到这个照片，他有曾经发过什么觉得什么困扰？他们都说我爸爸不会拍照。好像是人身攻击你的部分啊。只有你，难道只有你爸爸？他没有批评他们，但批评了你。我接住。好，另外一个人，他们是没有说什么，但是我心里非常的不爽，不爽，怎么不爽？你的朋友的照片很好看吗？都是他，你同学的朋友，你同学泼上去的照片都很好看吗？对啊，只有你泼是最丑的。他上次甚至看到一张照片，他看到你 take 他之后，他开始暴饮暴食哦，心情不好成这样。你看，那是不是一件好事？是一件好事。那我觉得说真的，我说实在点，其实他讲这个，我慢慢在改了。我在改了，有吗？你瞧瞧夫人的表情，哇，大嫂刚整个人差点为什么惊呆哎？我讲为什么我为什么会改？我也是被动式被改，你知道吗？我只要一拍完之后，手机来，他们先把手机敲，他们开始。对啊，好了，那蓝波老师，我知道你是用一种记录孩子的每一天，在记录你们在一起的时光，但孩子希望你可以尊重他们，就是数一、二、三的时候再按下去，然后。对，然后拍完了之后呢，再把照片让他们，哎，我可以发吗？我可以发吗？我觉得慢慢的一次两次，他们就会相信你，他们就会知道说，哇，你尊重我们。我觉得真的是要在你好不好就数个三嘛，你数数有问题吗？你干嘛叹气？数三啊！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他没改，或者是小细节，对他来讲真的有点困难。他通常是 5, 6, 7。我觉得我好舒服多了，对吗？你数三好怪哦，那你就 5, 6, 7，也可以，也可以啦。反正就是你给他们一个预备时间，等他们摆好 pose， 都好了吗？我要拍了哦，再拍。我会尊重，我会尊重。但是每次女孩她们有时候，你知道她很龟很毛。对对对对对，这哇，她弄半天，哎，龟很毛。菜都已经冷掉了，上次都冷掉了，她还没弄好哎。没有，我们要弄那么久，原因是因为她一直都用原相机拍。对嘛，现在没有原相机，原相机基本上就只是个配件，啊，没事不会打开它。对，打开就啊，这什么关掉，关掉。对啊。好了，我觉得这我可以接受了，因为我觉得其实，因为与其。好哦，与其被他们事后删掉或被他们封锁，是啊，还不如跟他们好好拍照。真的，对啦，也跟他们学。这样你们可以教我怎么用使用滤镜吗？我真的不太会用。可以，我们可以把你变得很白。宝宝真的爱你们。好，这件事情就这样定案。你怎么有一种想感慨？你想要？因为我想要看下一个好刺激哦。因为下一个我其实也有革命过，真的。所以其实我就觉得这东西很多父母亲都会想要拿出来讨论。